的出现阮阿情，心袂清，意袂变，请你来上这细的命。用我一切，用我生命，对你付出着真情。为何今日一切变是悲叹心伤？啊，一片的真心换袂一份苦恋情。古早古早。啊，我叫香莲。咱可能嘛见过面哦。啊，哎呀，丁公子，啊，这个世界上生到同款的人真多啊，你可能记唔着。还是，对了，有一项代志我想请教。俺家是不是就叫做戴树林？戴树林，这个人我唔捌呢。哎呦，张公子，啊，来阮万华楼的人拢是来饮酒啦、欢喜的。啊，你要找人，还是办其他的代志？你莫等饮完了后才去办。来，我去。当我回去龙湖店后，我把我藏起来的那个金银珠宝找到了后，我不理这个。哎呀，我不会爱你金银珠宝啦，我是爱你跟我斗三工尔啦，斗三工是无问题啦。有危险无？危险是啊，可细致一个吼，我看是有危险啦。无危险就好啦。什么代志？到龙湖店了后。我再跟你讲，是你，你咧想啥？我想讲，这景色遐尼啊水，又搁遐尼啊清净，到时来咱踮在这所在，好亲像住在另外一个世界同款。嗯，我嘛有这个感觉。这个所在无嘈杂的人声，嘛无人甲人中间的恩怨。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咱两个。没哪可能支持咱两个人。啥货？我是讲，世间人真是支持咱两个人嘛。要咱两个是对倒位来，要唔说教师无空共阮对着头甲逼出来。禀告太师，乌边药场飞鸽传书来。打开看卖。是。丹性何多端？我嫌伊是陈家门兄弟的迄两人失踪去，即摆陈姓户又搁逃脱，这个中间一定有啥物牵连。是啊，恁主人离开啊？歹势歹势，因为阮主人呢有要紧的代志，所以先离开。歹势歹势。哪有人啊恁呐？啊叫咱来就来，啊讲离开就离开，到底是啥物意思？歹势歹势，因为遇重要代志，所以阮先告辞。歹势歹势歹势。哇，有出来啊！等你是咧弄啥？你是咧惊啥的啦？哈、啊！我甲你讲啊，落车只不过是咱的后辈尔。等你惊惊啥？嘿！哦，我甲你斗阵哦，实在是有影下死下情闹鬼闹动的。但是相公，我咧惊伊啊！我哪可能去惊迄一个狗囡仔？
我惊吼是天条跟玉帝。嗯。啊，你袂惊吼？我。啊，你袂惊，你唔知你走啥吼？我我是咧惊，我嘛惊天条跟玉帝啊。七岁笑八岁夭寿，你哦，你面皮比猪还厚啊你！你的面皮哦，比饼饼还厚啦！是啊，啊你哦，你猪的。救我啦！阿娘，救我啦！有出来，有出来，有人咧叫救命，咱来甲看卖下者，紧。已经555两嘛，你敢知？哈？无遐多。无遐多，你若还袂起，我阁有一个办法。只要你叫我做细姨，这个钱就用免还。来，先给我斟一下。哎呀，哎呀，你害我哩！哎呀，你袂用安尼做啦。啊，你阁徛咧遐做咩？快快走！你敢？哇，有出咧！你有看无？啊，即款放荡来啊，会歹人呢。哎，钱嘛要来，人嘛要来。哦，哎，这妖兽骨呢？哎，我要来甲修理。你是袂记诶，那明仔出去管还你的代志。哎，凡间有一句话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敢讲咱做神的人较输一个凡人哦？话安尼讲是无毋对啦，啊，问题是你是毋是搁想要冲翻天了，做甲一顶？好再讲，咱这伫遐动手哦，而且我这才咱是食。这干啥物事？我，我挡袂了。我挡袂牢，落车的代志我唔管啦，我吼，我一定去。你甲我聊天，我唔晓得你讲。咱哦，我讲，你不想讲，行。等，你甲我起来抓啦。我甲你讲，我有办法啦。你甲我起来，我真济。你不要。哦哦哦哦啊！公主，公主，我到。哎，阿妈，阿妈，你这是创啥？我无啊，我哪有上啊？无倒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哪有上啊？对啊。你哪有听到？哎，这代志跟我无关的啊。为怎啊开始？咱船无到，水无流，你莫牵拖我哦。哦，有够痛！什么人敢这好大胆？这是什么？哇，咱只草，哇，咱只草，哇，咱只草。哎，我看咱这唔知见笑人。水草无生，佫怎样欢喜？你哦，无心计。计阿唔呀？是。啊，好你既然这大胆啊，背出我，好，接啦！我唔相信哦，我无早甲你抓转去。去！啊！哈！是叫你？我安怎？我拍阿枪啊？安怎？咱两个唔是田无沟，水无流。哎，你是你弄的，唔是我弄的哦，哈，你的代志。哦，奇怪是啥物物件甲弄着的？是物件找我吗？是。这么辛苦。阿娘，一直是天公伯啊保庇，要出犯这个歹人诶。你咧乌白讲啥？啥物天公伯啊咧保庇你？我拢唔相信。喂，我最近啊有鬼。有鬼啊！警察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小可，天公伯啊，保护咱母仔囝，紧，咱真感谢天公伯啊！哎，有一个，拄仔毋是你甲断？毋是啦，毋是我啦，是我啦！啊，罗家，算啦！你怎发达？我怎就发达？心在北方。
深深挂一条魂钩。当初恋爱，哟，老板啊，你哦是才叫我咱公事，是最近哦，大家朋友用了一瓶，我看哈、哦，你袂归去终于包落来。我嘛当了安尼想啊。哎呦，啊人我是凊彩讲讲的吼，啊你说全是真是给我应。甲你讲吼，阮乡邻吼，虽然是万花啦，过百无偌久呢，啊，不过吼，伊这么外红的呢，啊，你若是将伊包落来吼，我万花楼，啊，唔着关门，我煞变做生意。嗯，头家呢？嘿，包银我绝对袂减乎你的。哎呀，袂用的，袂用的啦，安怎讲都袂用的啦，我这万花楼吼，是靠你咧赚钱的呢。头家娘，哈，今麦卖讲怎用的？你叫迄个姓陈的送酒过来。姓陈的，啊，我知我知我知，我继续来叫哈，我继续来叫哈。兄弟，你又搁在想什么伤心事嘞？敢会使讲给我听？你既然知是伤心事，你爱我讲，不是我搁我艰苦。对。不过我看你安尼，我心内足唔甘的呢。真是呢。酒来啊！等你，过来停酒。偷拍你而已。杨老板，你莫生气啦，莫甲一骹手人计较。哎，坐咧，坐咧，我敬你。若不是乡邻小姐替你求情，我转不了你。出去。等下，入来伺候我。你听到无？这个所在不适合，我替你小心好。兄弟，你是安那？睏到安尼戆戆叫，我怎会入来替伊上套当？太不中流了，哎，明明是饲鸟出的家暴地啦！秀萍，秀萍，陛下，陆局啊，你紧先开门啦！已经半暝啊，你找我什么代志？请你明白甲苏玲讲，
你并无爱伊。我想我已经对伊讲了真清楚。无，你讲的还佫无够。你为甚物为着你，沦落到这个地步？你是不是捌答应过伊甚物？我无，我无，我甲伊的人是谁？是谁？你敢有甲伊讲，你甲伊一定是别人？我实在不忍心，不再伤害伊。你讲你，你不忍心伤害伊，你就会用的忍心。看到伊为着你丧尽伊家己的自尊，为着你，伊家己的心、家己的身体拢受着痛苦的折磨。女儿，我虽然无爱伊，但我看到伊安尼，我心肝内嘛足痛苦。我嘛想着任何办法，爱伊离开我，但我无路用，完全都无路用。我现在只怨我家己，我只怨我家己。上最重要的办法是要给伊信心，你无给伊信心，伊当然嘛无法度给伊家己相信你并无爱伊啊。所以，伊当然嘛还阁有理由，认为伊还阁有希望。有啥物理由？敢毋是死心？所丢的寒毒，爱用内功甲药啊，同时间的治疗才有效。小平，小平，你来起来，你倒来啦！母亲啊，小平来看我，我们两个倒来啦。小平，这么晚你过来看我，多谢你。我是来替我试试。不用去，不用去，这啥你来替收拾，我不用考虑。这条思想本来就不是要给你，你竟害我！你骗我！你骗我！你骗我！我无骗你，当当时我只是在思想要给你替你，想要到资本拄好来抓你，是你家己误会，竟害我！不可能！我不相信。我知影，你即摆是调工的，对不对？你是讲调工讲这话，但害我伤心，你要逼我离开来把我留，是不是？小平，你莫阁自欺欺人啊！要留咱斗阵留，要走咱斗阵走。素玲，你真是好讲。小平，主角，你今就是伤害我。真多谢。你还阁会认得我是女苗？主教，我求你啦，你竟害我！你求我嘛无路用啊！小平伊有甲我讲过，伊收一百万游戏水，本来就是要给别人的，也毋是要给你的啦。你本来就应该害伊啊！主教，你害我！不应该，不应该，伊害你害到这样都无够伤心！你害我！你竟害我啦！这个事情永远就是属于我的。跟我斗阵死，跟我斗阵死，你任何人都袂当甲抢走一。苏玲，苏玲，哦，真好真好，真久无安尼啊，遐困一下，遐困一下，
阿婆，嘿，江南全无。哎，放心啦，天地这么看到无，罗家迄个高兴啊，哪知咱比你家，搁再讲吼，伊若身家有做迄两个吼，则较袂赴，搁会插咱两个，休困啦。若是有影安尼就好啦，啊有影，嘛是爱休困啦吼，啊休困。这到底什么所在啊？啊，哇，这是什么所在？阿妈，刚才这牺牲才这呢？哎，有影嘞，什么所在呀？无阿婆，咱即嘛是要安怎较好啦？我看吼，咱无头无身，弄来弄去嘛是办法呢。我看吼，先避开再讲。对。啊，先斩先赢。哇，那遐臭啦！当时咧臭啥啦？我无放屁，哪会臭啦？无放屁，你一千万你无洗身躯，比放屁较臭，满够钱，出力啦！好啊，真无意思，安尼搞吐出来，我讲有影遐臭许啦。有影有臭嘞，哎，无啊，阿婆，哦，你真无意思嘞，安尼搞我吐出来，无猜咱斗阵遮久啊嘞。哎，卖啰嗦啦，紧咪起来，紧啦！啊好啦，即马等你挂号，不要跟你计较，阿伯袂使哦。哎好，即阵好。较紧嘞啦。哎呦，咱这是咧走路，唔是咧踅街呢，你嘛较紧嘞。哎，你顶摆唔是讲过啊哈？咱是神嘞，做神爱有神格了。哎，那是较早你抓人的时阵呢，咱这是利用抓，较紧嘞，紧嘞。互人抓是安怎？互人抓嘛是要有迄个格啊，对不对啊？格。等下也是叫罗车哦，抓进天庭，送去祖先台，到时去。我看哦，你还有啥物新格？行啦。等，我看吼，是爱唱歌好，唱歌好。啊，无是要唱个对啦。对，我唱一个，你哦唱一个，安尼。无，安尼嘛好，啊，唱起来。就可以就可以啦！啊，开始不要紧，啊，莫打我卡的。我无看啦，歹势啦！吴尊俩，啊，另外个两尊，你先别去避遐啦。啊，我较介意遮咧。哎呦，啊，你比我搁较臭啦！哎，吴志强啊，你也想看卖呢？我的资格比你较老，当然气命比你较重。来，搁拼一下，搁拼一下。够臭的嘞！啊好啊，唔要甘愿咧外口去有路车抓吼，嘛无咧内底甲你斗阵臭啦！遮臭屁，唔惊我？好，凊彩我就先甲你抓。哎呦！哦，神经，你有够凶嘞！对不起，你甲站落去。你站啥喏？啊，我啊甲你揢一个爱白靠舞哈。我你讲哦，你哦无大无小，我是你的神拜呢啊！神拜，少了神拜，你知无？神拜就是神是神拜啦，神拜。我看你吼，啊神去有楼下还在搞死因啊吼，抓到天庭斩首。搞死因啊！你赔了上啊，连我路车你嘛敢骂？好，这摆你代志大条啊！哦，这臭！哎呦喂！阿婆啊，你是搞出什么意思啦？我无啊，我嘛是用站出来呢。啊，你用站我会听，这奇。我知影，一定是因两个你讲变鬼。啊好啊。这两个是吃咱吃够够呢，吃两位搁甲咱赞哦。这招吼，叫做人到相加。没错，咱还想只办法嘞。嗯？如果有啊，嗯，啊，想妥当无？妥当。好，来。安怎？来，罗家来哦！放手。罗家来哦！哦。
下来啊！那不行不行，我动真啊！你管哪样呢呀？哎呀，阿都落下来啊！嗯，敢有影？嗯，有影无影？你用外头看就知影。嗯，敢要看？看是无必要，选较重要。算啊！人呢？嗯？算了。东诶，真忝哦。等一下，休息再讲啦。我即马袂抓你啦。算了。我抓你。休休，遐个人再过来算。我喘一下。不是，我即马就是要抓你啦。哪会安尼啦？我也袂休困。送你一个礼物，加一个奖励呀！哎呀，受够疼了，喜欢吗？未歹哦，喜欢去抓，我就是要先抓你啦！不错，拜托啦，拜托啦，我抓我，我抓我啦！哎呦，神经啊，你快点把这，你快经营啊，走，啊，你快走！哎，你在做啥？小蛋嘞，快上你这里！给你啊！我是要抓你啦！啊，哪会安尼啦？哎，上坡下坡啦，卖上来啦！哦，我这个贼，拢卖走！我来走，我今仔日算了够啊啦！哼！啊，当然是输笑啦！哇，这个狗屎囡仔啥物啊？是狗屎囡仔，不是？啊！饲猪甲阿婆啊吼，阁会比咱早一半来吃。哎呦，安呐安呐，你来做羊像咱两个遐巧，因只刚捡落车量吼，就走袂赴啊，哪阁会想讲吼来龙凤镇？哎，我有一个你也知影，迄两个钱啊脏啊，若去予落车来遮掠咱两个啊，咱就歹啊，你知不知？哎呦，讲你神经就神经诶，安呐安呐，我讲落车吼，毋是真正要掠咱诶啦。哎，对啊，我讲落车吼，敢若咧戏弄咱呢？什么有做喜人，你知无？迄查甫食查某的豆腐哦，才有做喜人啦。敢讲你是查某的？你才是查某的啦！哎、欸，对对对，玉帝哦，啥物无爱派两个查某来做门神哦？咱两个嘛较有伴。哎、欸，他嘞？我看你是咧惊唔知路啊！你这头壳要保袂掉啊！我咧想遐有诶无诶？对啦，你敢若想讲哦，运神走一堆，啊坐遐久啊，啊拢找拢无，对不对啊？啊，阿姐哦，简单啦，只要哦，咱将四大迄两兄弟啊顾掉，伊早晚哦就会出现啦。哎、欸，对 对，你即句话就是凡人咧讲的哦，看树啊，等土啊，对不对？啥物咧看树啊，等土啊？守株待兔，北京话，北京话，哼。守株待兔，看树啊，等土啊，哪会安尼坎坎坷坷？有出来！守株待兔甲看树啊，等土啊，毋是拢共款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我捌甲你讲遮个啦。即摆上重要的吼，是爱想办法找出温馨较要紧啦。哎，对哦吼，我稍来想一下。哎，有一个你啊，哎，有一个。
顶摆咱做去食吼，即摆咱也做好野人试看卖下好唔好？哈、啊，喂、欸，好哦，你有想哦？我有想好野人。有才。啊，讲的拢你讲，啊，你也唔讲我。当然啦、啊，啊，你无看人遐好野人吼，拢爱像我这种安尼，白白啊安尼，有肉有肉，啊，像你安尼乌身乌身啊哦，一定是多才嘛。啊，好啦好啦，大家决定吼，行行行行，行。哎、欸，哇，来这套。大人，小的急事禀报，哥，太师进来到厦门外。海里迎接大弟，请去有恕罪。为夫已经在这明查暗访几多天了。是，听知县也遵照义父的指示，正在衙门等候。带路。是。张宝斗阵的迄个人，不知是谁？迄敢是人？迄根本就是贴身。哼！不知又搁倒一条筋的唔对啦。哎，新囝，你应该唔是？啊，你莫奈变查甫呀？哎、欸，啊，你是要创啥啦？我要来看阮某啊！哎，我看你哦、喔，小无小啊，空气啊，行啦，行啦，行啦，哎呀，这个狗奴才啊，竟然袂记你家己的身份呢？啊，哼，袂记得我的身份，我看哦、喔，你再袂记你的身份啦，啊笑！你娘嘞，一讲两个，阿都拢是业主破门。不，你是啥款啊？你糟蹋恁爸哦！啊！大楼内底就是这个火势，你嘛是知啊！你咧骗笑的，大楼内底这款火势，啊，无是啊，你有骂我无骂？啊！恁爸敢若有好事，倒是啊，袂欠伊。你较细声，你搁安尼大吵大闹，你是死较紧哦。死较紧，无错。你甲我讲较清楚，这句话啥物意思？因为。怀疑你乖在家，也唔惊你走漏风声。我跟你讲，因为太叔已经来啊。太叔是袂管咱这个小角色的代志，你何必这样惊呢？我老舅啊！大人。伊正是安尼讲，是，主母在我讲，若无要甲太叔见一面，一切药果，大人你也该承担嘛。什么？主母看是太叔的？是，毕竟是恐惊耽误太叔的大事，这大胆求见。继父，你去甲伊带入来。太叔，玻璃，你留落来，其他的人拢出去。是。太叔救我！你今仔日，假使若是讲半句白贼话者，老夫绝对无饶恕你。小的若想报去虚言，愿受五马分尸之刑。紧讲。是。迄当时，太叔也是皇宫大内的禁军的统领。经了五十名的新兵，分发到全国各地去做任务，小的就是其中的一名。有何变故呢？迄时阵，太叔要送给每一个人一面的名牌，小的一直藏在心上。无理。是。无唔对。这么多年，没想到小人还能记住太叔的面，我实在太欢喜了。你叫做什么名？小的名叫朱坤，恭喜太叔，风和齐天，
得到高官爵位。主君，懦夫的不孝，小人不敢，小人不敢，小人为太师分身碎骨，万死不辞。义父，请让孩儿禀告，这个主君作恶多端，应受国法的制裁。公主请饶命，小人唔敢再去劳烦着公主，请公主过去的代志，莫再提起啊，好无？你心生狼毒奸诈，敢有改过向善的诚心是？有有，太师饶命，太师饶命。好哩啊，看在主君对懦夫一片忠心的份上，我再给伊一摆机会。是。多谢太师，多谢太师。陈胜虎对夜场逃脱，而且遐可疑的人突然间来失踪。主君，将你所知影全部老实报过来。阿过，阿过去，相思在飞。深深挂一条痕迹，当初恋梦。就是就是，哼，这煞一定为着树林甲树桥因两个兄弟作工来啦。阿公，啊你讲几波，到底那人是谁啊？那人啥人？看到翠姑因是，我嘛认得伊。你是甲伊有冤仇啥？什么叫冤仇呀？我讲伊就是找迄人，莫问遐些，莫问遐些，反正你较小心就是啦，啊，无时间害到树林啦。我就知影啦，逐摆哦，你啥物代志都敢来遐摕树林来甲我威胁。想叫你的心里只有他，阿公当然嘛会吃醋。阿公。高老仔呀，哎，啊你真过分呢！你真好打呢，哈！敢惊我头前？老仔，老仔，去后边，撤！是老仔呀，你想要创啥？师傅出来，你来了解呢？咱即马来翻工做人。是咧做伊呢，是正经的呢，你也创清楚呢。哎呦，多人家下着，都还袂算过瘾呢，就咧变面啊！我甲你算啊！哎，有啥物话下着？甲你算的，甲我算的。对啊，你拄仔才踢我一个尔，你怎样敢甲我变？安怎？哎，你拢袂想看卖呢？啊，拢是你想想才有诶，无会注意，啊，叫人变安尼，袂歹啊，对啊，你做主人啊，咱变安尼哦，法力敢剩一半尔啦。虽然讲哦，咱即下知影讲附近有新界人伫遮啦，不过哦，毋知人是赢也是变啦。我看哦，咱是变倒转来较稳啊。你咧笑哟？变会变安怎？你知毋知？对方可能是哦，阿伯也是市里讲诶啊。够可能是吼温馨，伊也是吼落车呢，会变转去了哦，你会死呢。哦，啊无借问下吼，咱这应该要安怎啊？安怎？搁来找啊，找了再讲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你有够戆的你。我嘛知影继续找啊，臭屁甲要死，即句话你甲我讲。落车。那后即个高音啊发现哦，咱代志就大条啊！对，金酸。啊！哇，你两个匆匆忙忙是咧创啥？是不是有啥物好康的啊？啊，讲来听看卖。阮吼。对啦，阮拄仔咧找你呢，想要报好康给恁啦。啊，对，好康的。你也变得较好心嘛，哈。刚讲恁无要聊温馨哦。温馨。莫怪吼，我拄只吼感觉一撮妖气哦。你若家己无去抓，阿仔，我感觉吼，阮两个吼恐惊无够力啦。
所以哦，要找恁搭三下。啊，对啦对啦。想要到你家己也知影无够力咯，无紧，交代我着，阮先在到位。伊哦，伊叫变罗车。罗车，罗车人呢？到深时才分开，目眶红红，送着你。缘到真是情难离，心头浮浮来离开。千言万语讲不出嘴，只落一句就予你。千山万水，此情相随。想死在彼。